12月27日，陈建州上传了一段视频，配文，谢谢力宏夫妇办了这么棒的圣诞派对。视频中王力宏抱着吉他一边弹一边唱，同时戴着非常凌乱的假发，造型夸张。陈建州还爆料表示，力宏婚后真的很开放。视频中陈建州和妻子范玮琪以及王力宏一起唱歌，场面非常热闹，朋友们聚在一起过节，相信一定玩得很愉快。对此网友纷纷留言称，戴了这样的假发，我还是觉得他好帅，怎么办，黑人是真的黑没错了。王力宏唱歌还是那么好听，陈建州总是给人开朗活泼的荧幕形象，加上个性幽默风趣又健谈，在圈内圈外都有好人缘。由于人脉太广阔，而被外界戏称为装熟魔人。陈建州的个子很高，他的身材也很棒。陈建州具有清新而又灵动的主持风格。